哇，你看这个小飞机哇，好漂亮啊！catfish，应该是大一点，catfish，是吧？大一点。今天是第二条了。第二条。又上了，又上了，又上大鲢鱼啊！哇，今天的是。今天是8月22号吧，早上是第三条了，今天也是。这个好像不是鲢鱼啊，是鲢鱼。也是一条大鱼。哇，现在这些飞行爱好者在这儿放飞，起飞了！Prop came off. What happened? 飞机模型表演。咋去了？这眼睛没看好呢。太有太有意思。
Apparently you can catch trout by using a sinker and then having about a 5-foot line with a salmon roe and a shrimp on it that bobs to the surface. Mm-hmm. And it works really well, and they're catching like, oh man, like 2-3 pound trout out of here. They're actually quite a今天早上钓的十条鲶鱼，今天是2022年8月22日。今天跟大家做一个酸菜鲶鱼，芝麻油、花椒、辣椒、生姜、烧腊、酸菜放下去炒一下，然后再放。酸菜鲶鱼，你看我这个汤啊，好白呀、啊！哇，这个湖景，在这么美的湖边上能吃上这个酸菜鲶鱼，是多么的享受！韩式烧烤，哇，再加四川的正宗酸菜鱼，哇，现在我们这个鱼都快完了，快见底了。嗯。